台湾宗教联合会筹备处，甲德山市扩大举办推动宗教基本法研讨说明会，大会开始。主席、中心长老，请就位，请您站起来。唱三宝歌。Hey!
向教主本师释迦牟尼佛行三位训礼。一位训，再位训，三位训。主席请转身，我们请大众向主席团中心长老暨果亲大律师行问讯礼。一问讯，阿弥陀佛。请主席入内，大众请坐下。接下来我们要颁发聘书。首先颁发台湾宗教联合会筹备处会长聘书，我们恭请果亲大律师颁发会长聘书给中心大和尚，担任台湾宗教联合会筹备处创会筹组暨第一届会长，请两位长老，恭请两位长老上台。我们大众请鼓掌。颁发聘书给李永然大律师，担任本会。